中中学堂减碳生活篇。点解咁热噶？究竟点解会有呢啲极端天气？大家一起找出原因啦。A 经常食肉 ，B 经常买衫。两个做嘅嘢都会增加碳排放，引致气开始低碳生活啦。一起食少啲肉，食多啲蔬果。我可以买少啲衫，多啲搭公共交通工具，揸电动车，冇废气，零排放，去多啲郊外，叹少啲冷气，一起行动，减少碳排放，守护我哋嘅蓝天啦！低碳生活，我做得到。只腳仔軟，腳仔無力，巴士綜合症就會令到神經線。